旋转透明舞台内模特衣服一套接着一套换，像极了音乐盒里的洋娃娃。不受肺炎疫情影响，远在欧洲的意大利时装周马照跑，舞照跳，各国明星也不为疫情现身。一袭粉色薄纱套装，人气歌手 IU 在2月18号准备飞往意大利时，粉丝还一度挤爆机场。经过6天 ，IU 从疫区返韩，基于防疫考量，先进行自主隔离。但同时被选为模范纳税人的 IU 4号的颁奖典礼也只好被迫缺席。戏剧德鲁纳酒店才刚落幕，但 IU 剧中穿的百套服装讨论度持续上升，疫情影响活动通通告终。난귀신이다사람들눈에보이지않는귀신。韩国演员金泰熙暌违5年复出拍摄戏剧《哈喽拜拜鬼妈妈》，却也传出剧组工作人员疑似感染新冠肺炎，差点停拍，幸好最后是虚惊一场。누가그래요먼저좋아했다고다그래요내가먼저좋아했다고아니에요因戏剧鬼怪走红的男星李栋旭更被传出是新天地会的教徒，虽然经纪公司火速出面否认，但肺炎疫情显然已烧进韩国演艺圈。记者黄天佑、周一蝶台报道。